心法讲座。十方善知识，各位善信大德，各位参加听经文化连坐上各省宗亲，历代祖先救援七祖，各位家中当下无缘诸事英灵，各位累劫完成借主，各位佛法信众，家中地基主，咱一位。开始讲经以前呢，请大家共同来恭念王禅老祖赞记：阴阳日月最中生，阴阳日月最中生。可惜天理难分明，可惜天理难分明。若有真性归国主，若有真性归国主。一出天下定太平。各位十方善知识，阿弥陀佛。咱即节继续过来讲解这个易经心法，应用于生活中，易啦。咱若会晓领悟，会晓应用，咱就不难发觉啦。易经就是咱的幸福边，易经就是咱的心，易经呢就是咱的细胞，易经在咱的血中。易经嘛伫咱的腰内底，易经嘛伫咱的腮内底，啊，易经嘛伫咱的爱哭内底，爱欢喜内底，内底拢是易，咱全部拢是易。好，因为易就是交换、交替，哈，咱易咧，一般人甲看到哦，足神秘的，就是易相亲切，易就是相亲切。那么咱如何要行到这个上亲切的境界呢？如何会当了解到上亲切的呢？就一条路，是经，吼，这个经。那么要了解这条路呢，这经要怎行？圣贤有给咱足济足济命法，吼，实讲起来是真济。咱若甲捡一项起来用的，哎，咱会真快乐，吼，你着受用无穷啊。往往古早圣贤啊，拢悟了一句：伊一生就够用啊，确实一生伊就够用啊。还往往伊悟了一句呢，伊就开悟成道了。哈，像别人都讲啊，是啊，易伫屎内底呢，易经易伫屎内底呢，易就对咱对食好诶，甲变歹，足芳诶，啊变做足臭诶，即嘛是易。交换一面足芳的，一面足臭的，迄就易。那么咱咧修行诶，即个足善的善人，即个足恶的恶人，这是易。啊，即个就佛菩萨，吼善知识，哈，即个凡夫高高顶无耻，迄是易。所以咱了解易，拢伫咱的心内底啊，咱的生活内底，咱不然呢，会脱出三界，脱出五行的束缚。哦，所以易啊。咱莫甲看甲真严重，那么其中一个一项上真宝贵的，礼者，礼天定礼，好，顶者来讲到天定礼，礼者就是礼，礼者就是礼。好，礼者礼啊，咱人要如何去实行，去做到这礼？有这个礼貌，人啊人中间有礼貌，头啊礼下落，礼者头就礼下落，礼下落佫会行，有诶头啊礼落，煞紧袂行咯，哈嘿唔对呀，头啊礼落煞唔知安去做，唔对去啊，哈，那么礼者就是爱兼去做，顶者呢，咱这里讲到天定理，
好，就是你。咱这人啦，要实行，要达到咱的理想，好，达到理想呢，啊，履行咱的责任，咱爱照本着原来的心，好，原来的心，得力独行啊，咱爱家己一心一意的，好，我认为对的，好，有益的，圣贤啊，贤者，或者讲到有善知识，甲咱开始的，咱才安尼去做，免惊吓，免惊吓。你若啊，着东想西想呢，哎，你一定袂成功。同款，我若东想西想，叫想到尾，叫你坐到遐妄想无效。好，我一定袂成功。我人生全挡伫啊，安尼我落来世间就白行。哈，所以咱哎，这个得当然袂使咧同流合污。哦，比如我一个人一直机关咧上班，伊着做证书，边个人外国是错个人。伊个边啊人辛苦，甲心拢互模糊掉咧啊！伊家都无感觉哦。万多人搁做工过，万多人认真啦、啊。哎呦，你啊认真要创啊！一个月才领偌济尔？吼、哦、啊！但是我去股票啊做一工啊，都做一年啊。啊，你才安遐认真要创啥呢？哦，就讲咧，那心就休咧。我转一下因啊，都无一角银，一工转遐一银啊。吼、哦，也是无两块银，万一若唔对咧，万一若去用官司去惹着，也是安那是咧。嗯，安尼咪是颠倒水，所以边个魔将、妖魔鬼怪咧，伊就会照着身躯边挖来啊。吼、哦，讲讲风凉话啦，也是糟蹋啦，讲一个啥，啊，咱心无定。哦好啊，我对你行，同流合污。吼、哦，安尼来咧。咱上可怜，嘿，上可怜，啊！你免惊，伊一寡烦恼袂伫咱的身躯挖来。好，咱若得力独行啊，吼，莫甲同流合污，也是啊，迄个天理，天所赐的理，天就是照安尼行，咱遵守天在做，好，叫做顺天、合天、济天，好，达天、达到天。然后呢，咱就会当升天，咱就会比原来升天更加有成就，哈、哦！所以你呀、啊，力行啊，爱去做，爱去做，哈、哦！哎，那咱啊，这人啊，假使讲咱啊讲，顶一个人讲，咱啊这人一旦照咱去做的时啊，小可佫有地位，有地位啊，有赚到钱，哈、哦，又佫有才能。也是啊，咱的时阵啊，袂使功夫一意孤行，咱爱讲考虑啊，哈，咱爱这里爱考虑别人，爱考虑别人，哈，真济人啊，家己感觉哦，我又搁成就起啊，吼，师傅甲咱讲，咱就足有礼貌讲当吼，结果咧有成就起来是，又搁头目睭先咧头壳顶啊，嘿，免惊袂跋咧，哦，这爱注意。啊，咱的顶一个讲到上六，个咱若要大吉大利啊，必须要爱去履行，实在做用礼，哈礼和礼相对待，哈来是不是圆满无？人甲人中间斗阵也是相，迄个对待是无圆满无？哈，那我感觉该检讨了，无。这扭曲起、扭秘书起的事啊，啊，若无这个合作有缺点的事啊，咱一定会得到真大福分，即得到真大福报。好，天理就安尼甲咱讲。易经风水，天就是甲咱讲，哈，所以这个，所以叫咱甲咱提醒咱成败的边界的结果，咱一个人成功啊。你莫甲看哦，这人现真真趁钱啊，真顺势啊，伊就成功啊，也袂咧。爱看煞咧，伊安怎做无？哈，是毋是实实在在，我来照着依持着原来的本质安尼去行无？真侪人咧，一旦趁着钱以后咧，控股骄傲走出来，真正常。哈，因为人咧较早伫落魄的时啊，人看人足不起，看真不起。即摆一旦有诶要互看有起。心就放松呀，吼，放松的时啊，错误就来啊。哦，这个要注意。所以这个咱慈悲三昧水忏嘛，吼，
这个五大国师，啊，是安那脚会生得人面人面的粒啊？哦，都过去先做业，啊，那么伊知影业嘞，开始出家十世，大行都真注意真注意的，到最后一世嘞，一完成戒主要找到的时啊，啊，拄啊嘞，等甲伊的这个国师嘞，伊家己心啊有一个名利的这个观念出来，所以开始嘞，那么享受荣华富贵，享受荣华，所以享受荣华了嘞。哎呀，才完成戒主，找到啊！啊，找到嘞，脚嘞，生粒啊，痛到嘞，药啊，食无啊，啥拢无效，啊，干干啊嘞，下着有一天嘞，吼，才拄一个大师啊，才甲我啊，你呐，这粒啊吼，啊，那假使呐，有一天你啊艰苦的时候，你会来倒伊摕一一壶水来啊找我，啊，才一去嘞，去山顶去找嘞吼，啊，才去找，找到一壶真个水嘞吼。啊，才对啊，谢谢嘞，啊，全好去，才甲你结果就讲啊，前生一业，哈、哦，生粒啊，迄个过去嘞，过去是都好误杀嘞，所以这世人找到找十世，哈、哦，咱袂用放生去就对，已经能够袂用放生，所以才写着三昧最惨的，咱就叫来忏悔、忏悔、忏悔，所以咱人伫世间呐，一旦呐有成就的时啊，都爱注意啊。愈有成就的事，爱愈注意。吼、哦，咱会用看。那一个人，伊失败了，佫成功起来了。哦，我咧臭样的是啊，真紧啦。你用个断，你免讲啊，我算命免算啊，看就知啊。吼、哦，所以讲来讲，袂使讲成功的是有地位、赚到钱啊，佫一日的孤行，家己无佫谨慎，那安尼真容易陷落。那么，咱圣经啊，孔子自性先师，甲咱开始，讲咱若一旦内行这个卦，内叫卦象啊，吼，天地理去做到尾了，你啊，你咧以内相泰的是啊，那么国怪的天下太平，就行通，就地天泰。咱卦象咧，拢甲咱讲是一体两面的代志吼，地天台。下卦是天，面顶是地，是坤，哈，是下卦乾，乾坤，坤为地，哈，乾为天，讲到。这个乾为天，哈，啊，坤为地啦，地天台卦。咱台湾有一个中门呢，啊，伊穿个衫呢，都一八卦，八卦面顶为乌的，下面水阳的。那么呢，真侪人无了解说，哎呦，八卦都既然都面顶天是阳的，啊，下面是阴的，你哪去阳伫下面，阴伫面顶呢？哦，啊，就伫电视中呢，就打电话去问这个，哈，这。即问即个叫做即个宗门，遐修道学道的人，哎，笑笑啊，含用正好无甲解说啦。故意爱了解地天台是安那太阳太阴的，你发觉我为了讲了解吼。面顶是坤，一乾，哈为地为天，哈这阴阳，哈这真深的含义。咱一个人，哈咱一个人诶，会做歹代志对对来咧，头壳，所以面顶坤，说阳，照讲下面坤，面顶阳。结果咱世间呐，都是阳煞二度内，阴煞面顶，啊，这阴都是邪念伫面顶。咱一旦看到八卦安尼呢，哦，阿弥陀佛啦，那无量寿啊，我唔对去啊，我现在所看到，我现在就邪念在生，哈，邪念伫面顶去啊。
咱若看哦，我一记得我降倒来，下了爱倒来换羊的就倒去了。这是在甲咱警示警觉。那么天地是嘛啥呢？天地爱运转，一定阴气较重，落气就阴，阴就是地，阴气重爱伫面顶，阳伫下骹，伊才会转，才会转。若是呢，你阳伫面顶呢，下面是阴的，天地晓。若是天和地，或者天地晓。或者阴阳不交，就未振动啊。或者顺阳、肝阳、高阴、肝阳、高阴，所以这就未振动啊。所以必须要阴在面顶，阳在下骹，才会运转得着。好，各位，咱会用个试看卖。咱若伫讲要互振动啊呢，一个较重，一个较轻。好，这个呢，你假使在下骹，永远未振动，未振，你就必须要。阴在面顶，阴在面顶，下到尾下会直直射落，才会射，才会一直射，一直转。这世间的道理就是安尼。所以人伫咱看着这卦的时候，哦，我的思想呢，偏差的想法会较侪，我就爱紧要忏悔，爱反省忏悔，才开始运转。所以一个人伫世间呐，若是无拄着各种的挫折，阴卦坤的地就是挫折。若是无拄到真侪挫折的时候，咱袂觉悟，袂觉悟。好，咱若一个人一生拢足成功的时候，死了后一定落地狱，一定落地狱。因为面顶阳会较阴，会较阴面顶阳啊。好，你结果咧阴气较重咧，啊，咱安尼就拢永远袂振动。咱一定是所以爱必定拢有各种的挫折，各种的打击。咱才会家己觉醒、提醒，咱才会进步，才会改善家己。所以一个人啦，说温室的一朵花咧，未堪用外面的风风吹日晒，就是这道理。好，所以人看了八卦咧，面顶阳咧、阴咧、下面阳咧，迄是100%正确。好，所以就是咱有个人吼，那学一撮唔捌的事啊，都我是安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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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趁这机会甲各位讲。好，总共一句的，咱人。所有一切的恶业，拢在头做诶，拢头，拢在头壳做诶。哈，啥在头壳做诶？思想、贪念，哈，啊，无耻、傲生气，拢在头壳想诶。哎呦，我恨你，我怨你，我怎么样怎么样，拢要想。哎呦，我那赚了偌济钱啊？哈，拢是安尼来。所以，赚钱是应当，但是有诶不择手段去设计人、害人咧，结果咧阴阳颠倒。黑都不对啊！了解居家环境的风水，避免不必要的灾厄，帮助家庭转危为安。所以叫人爱改善个，爱改个，爱稳赚，爱稳赚。爱运转无就但是咧，你运转中间咧，时时咧，因为咱目睭有目睭咧，所以足侪观念有咧想，魔障会足侪。那么，咱咧先前甲咧开始要破除这个魔障的时啊，爱你啊，你，爱你，听着你。好，那么这节咧，咱就要来讲，天台的卦象卦哈。若是咱卜到一个卦，问到一件代志，好卜出来的卦咧，我地天台，咱当然初爻、二爻、三爻咧，一爻来当。那么首先咧，咱看地天台的卦，在行通，哈，在行通，啊，下面的太平，咱若行通了以后，一定会太平的，行通就太平啊。人甲人中间会互相少沟通。人甲人互相都会少沟通咧，就会太平。人上惊无法多少沟通，我甲你某某师兄师姐啊，什么的，哼，我袂我一边，一定袂太平。我恨你，怨你，好，我你这人这无智慧，这无咧，这气咧，我一定恨你，怨你。结果咧，咱方设计，咱甲问，哼一面，哼咧，伊也唔应。
啊，你着气甲我气死，嘿，无路用。你只有同情伊就好啊，你就爱谢谢，你咧训练我的耐力，你咧磨我的耐力，谢谢阿弥陀佛。你唔敢讲无要紧，嘿，你的代志，唔敢讲你代志，我有请问你是我的代志，但是唔敢答复是你代志，你甲分得清。啊，那无咧，你若起一个怨的是，哼，也未通，吼、哦，一定未太平诶，战争就到位，消灭就到位啊。所以地天台就是兴通太平啊。若是咱卜卦出来，甲咱指示伫当日初爻，吼、哦，当日第一个爻的时啊，就是初九，吼、哦，初九呢吼，过界不可。哈，定义安乐，融应团结，继续求发展，是安那会甲咱开始这个卦呢？开始正熬呢？地天台是安那个开始正熬？讲甲咱提醒咱，要未往伊定伫安乐内底，已经着顶卦了吼，顶卦三定天定理，叫咱讲哦，咱着有礼貌、有信心、有诚意，哈。一本初衷安尼吼，咱认真去做善事，莫互人影响，互人同流合污去。哈，那么已经就成功啊，结果成功啊。哈，但是呢，咱若成功以后呢，咱无，哎呦，我都足成功啊，足顺事啊，爱注意地球日头上中要搁落山呢，上悬要搁落山呢，唔是日头永远吐伫啊。叫咱莫甲咱沉咧安乐内底，咱爱团结，团结啥呢？搞出一个公司合伙起来，也是共同一体，也是互相相帮扶。或者讲咱家己修心养性，已经到一程度来，人会尊敬你，吼，人对你真好，尊敬你。你若搞出呢，人哦，我高高在上，失去原来的本质的时啊，干那哇，我袂歹，我这都开始来享受啊，错去啊。安尼呢，一定会去搬咧。那么孔子自行先书啊，跟咱开始，咱那个团结，团结是哪种团结呢？都我都要讲过，人甲人的团结，一心，哈、哦，家己甲家己团结，身体甲心，健康想法甲咱的本性、良性，完爱一体，爱一体，叫做团结。咱莫去哦，随便只外来的这個。环境把咱破坏去，外来人阿讲两句话，你就破不掉啊！人阿无来去哦，都搁拖累啊！叫咱团结，信心团结，继续求发展，咱袂使哩个安怎安动的？继续是求发展的条件是安那？第一，诚信；第二呢，咱爱积善固执，我积善择善呐，积善固执，好固执哩好个就对。啊，过来呢？继续爱个精进，精进就充实，爱个充实，爱个学习，爱个研究，爱个继续求发展。哈，已经甲咱开始讲，那当年创后的时啊，都甲你讲，哎、欸，是孔子讲啊吼，都讲哎，某某人啊，张某某，你即马得要享受，你即马心态，就是讲啊，你得要享受原来成功的结果啊。反正享受成功的果实啊，你莫安尼哦，安尼你会栽落足艰苦的哦。好，你爱阁继续阁团结家己的心，啊是公司啊，你人爱阁团结起来，好啊继续发展，莫讲啊我安尼就好啊，满足现实都唔对呀，满足现实甲知足差天甲地，满足现实的就是讲啊我安尼就好啊，莫阁精进啊，时势一变。那么你告诉啊，我知足，我偌济努力偌济，我都会当得偌济。我较努力，认真努力，会当得到偌济，我就顺其自然，这叫做知足。满足甲知足差天甲地，满足会倒咧，知足会爬起来。这点观念咱要弄清楚。哈、哦，孔子自行先书啊，甲咱开示，这点非常的宝贵。好、哦，咱一般人讲，哎呀，我足满足啊啦。哎，我足满足啊！一日困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些迄个困咧食，困咧放，我都满足啊。嘿，唔对呀！哎，知足，知足内底咧，包括着咱的布施、
得功德偌济，咱做的功德偌济，努力偌济，智慧偌济，咱的福报偌济，好多知足。啊，说满足的人啊，真容易满足的人啊，唔是讲真好现象。好、哦，所以这点啊，各位冷静用想看卖。